每周一讲 Weekly Talk。 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每周一讲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时代少年团 TNT。 时代少年团也叫 TNT， 英文名是 Teens in Times，意味着火力全开势不可挡的少年们。这是由国内时代峰峻公司推出的中国内地男子演唱组合，由马嘉祺、丁程鑫、宋亚轩、刘耀文、张真源、严浩翔、贺峻霖七人组成。2019年11月23日正式出道。时代少年团组合成员平均年龄17岁，但他们在国内人气很高，还登上2021年央视春晚的舞台。时代少年团的成员都是从小参加训练，他们的成团经历很坎坷，但是经过不懈的努力，层层筛选，七位少年们才成功出道。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，TNT 发表了很多好听的歌，比如说《姐姐真漂亮》《要你管》都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。少年们的努力和实力被越来越多人看到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你们可以去听听看哦。了解了那么多关于时代少年团 TNT 的知识后，我们来做做 quiz 小测验吧。第一题，TNT 是由什么公司推出的？ Question 1. What company launched the boys group TNT? 第二题，说出组合内一名成员的名字。 Question 2. Name a member of the group. 第三题，他们在哪一年出道？ Question 3. In what year did they debut?好了，现在到你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了。Now it's your turn to talk. 你知道时代少年团吗？你听过他们哪首歌呢？ Do you know Teens in Times? Say a song you have heard. 今天的每周一讲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